谢谢。下面出场的这一组选手呢，前几期都有特别惊艳的造型和演唱，那么在今天呢，他们有了新的变化。一个人扎靠演武生已经很难，五个人同时扎靠同台演出，那是难上加难。他们没有扎过，我不知道他们扎完靠会什么感受。来了，这就对，哎呀，这衣服很沉呐、啊。狂修，好看了，难过就难过一个，好好尝尝尝尝我们的不容易，让你尝一尝。啊哦，夹着肉了，老师。啊，他一定要紧，紧了他才。他这个靠旗出来，他这方面才是直的，太不容易了，又要勒头，又要勒脸，还要勒胸，就还要裹脚。在这个基础上 ，MIC 还大胆改变王菲这样极具流行特色的歌曲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。我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穆桂英，我演的是杨宗保。怎么长这样的杨宗保呢？长得还没我高呢，怎么保护我？所以穆桂英挂帅出征了。在这个舞台，唱功、体能、技巧都不足以获胜，